为什么要想啊？我觉得我想要体会这最真实的生命经验。我有个很爱我的人，我也很爱他。我知道我真的就是不好看的身体，我还是没有办法爱他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，我看到非法母亲是比火山哥还崩溃的。第二次看，就今天看，是火山哥是非常崩溃的。然后又有狗不见了，所以巴南一直觉得说他的狗就是被杀掉的。我觉得动物是这世界上最可怜的，他们完全不能表达。我有觉得看他们那个脸，我自己真的受，我受不了。内心是我真的心里，因为我知道导演来找我干嘛，我内心就是想的是我凭什么为你们做什么。导演找错人。我真的不知道能帮你们什么。我说实话，我只觉得他们帮助了我。我觉得我看了他们影片，我很感动，然后我很我会更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。